1月25日，沈腾和马丽出发前往央视春晚彩排，多次为大家在春晚上带来爆笑表演的沈腾马丽，如今四度合体，再登央视春晚舞台。二人在去往彩排的路上，一前一后分头走，并无交流。据悉，沈腾、马丽将与艾伦、常远四人同台，并呈现给大家一个全新的小品。具体演什么类型题材的小品，目前央视春晚官方尚未公开详细名单。那么沈马组合今年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作品展示给大家，让我们共同期待春晚的到来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